我们今天就组一组合叫 Michael Brother。好可怕，楼下有俩鬼哦！这太草率了吧！可以，哇，吃个好，吃个好。来，拍张照。可以。你像超哥，哎，好像。看不到真的娘娘，看个假娘娘，蛮好的。就是邓超跟孙俪之间有两个 Michael 的距离。让我们有请我们的第16号选手邓超。哎呦哎呦，快点快点，我要错过了，浩哥。要不认识他们，真觉得脑子有问题。我觉得他像邓超，可别认出来啊！想问一下，有没有奖金？来来，咱往这边。哎，我有那个什么呀？我还有箱子呢，去哪儿啊？我们把最重要的评委带走了。那去哪儿啊？我哪知道。